如何做红烧茄子？今天几分钟课堂来教大家做一道美味的红烧茄子。你将需要嫩茄子、蒜末、葱末、姜末、酱油、糖、盐、鸡精、芝麻油。第一步，将茄子切成长条，浸泡在盐水中。第二步，将炒锅开至中火，放油烧热至六成，放入葱、姜、蒜，爆锅，溢出香味儿。第三步，将茄子放入锅中翻炒。至软熟时，加入酱油，糖，盐，再翻炒至茄子软瘪熟透。第四步，再放入鸡精和芝麻油，改用大火翻炒至汁浓稠即可。第五步，关火盛盘。这样，一道香甜美味的红烧茄子就完成了，快来尝尝吧。你知道吗？常吃茄子可有效抑制血液中胆固醇水平增高。